想变年轻吗？一起改掉这六个生活小习惯。为了抗老，总会花大把钞票买某抗老霜，还会花很多时间上健身房。其实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养成才是加速老化的关键。英国媒体就来和大家分享终极抗老秘方：一、脱掉平底鞋。如果长期穿平底鞋，会有像是足底筋膜炎或脚后跟的疼痛，甚至让骨头变形，造成拇指外翻，可能让脚后跟骨折。另外，穿平底鞋还可能使膝盖、臀部和背部感受到疼痛，进而影响姿势，让人驼背，看起来更加显老。二、关掉强力吹风机。头发湿的时候相当脆弱，近距离用热风吹发，可能伤害纤维，造成断发，反而让你看起来发量更少。三、去诊所洗个牙吧。洗牙可以稍微溶解，洗掉表面的污垢，清洗牙缝。满口黄牙不仅看起来很显老，若细菌留在牙缝内，还可能会得牙龈相关的疾病。四、扔掉你的隐形眼镜吧。戴隐形眼镜会让眼睛老化，还容易发炎，造成眼周红肿、眼白混浊。五、远离城市，到乡下更健康。市中心有大量的污染，不少证据显示空污伤害皮肤，与脸部皮肤的色素沉淀和皱纹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六、写日记，活络脑袋。写日记可以帮助控制情绪，活络脑袋，也用于治疗忧郁症患者、边缘性人格障碍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